所以你是担心小欧为你受苦，才决定取消婚约。要不说你们男人都自以为是，愚蠢至极。从我第一眼见到纪晓欧起，我就知道这姑娘她不是个凡人，她爱你就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甚至可以为你去死。你这辈子还能遇到第二个纪晓欧吗？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。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正式的恋爱关系，但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她。只有我知道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。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湛宇。我相信他是清白的，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。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直接、最勇敢，也最不计代价的表白。是小欧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。哥，你真的觉得放弃了纪晓欧他就能过得好吗？你如果真的爱他，就紧紧抓住他，什么都别怕。就算未来的路很难走，这份爱也会让你们俩挺过一切。我不跟你说了，赶紧去找他，他一定在等你。说他找到了分尸现场，他说你有重大嫌疑。麻烦来得够及时的，小欧，这场疫病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基本没有太平日子过。我要真犹豫，今天就不会来了。2036，马上就午休了，你们还领不领？零，来，你们的结婚证。同志们，你们说，就凭咱现在手上掌握的这些证据，能不能让严谨认罪？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必须顺利啊！晚上之前把这个现场分析报告做出来啊！哎，对了，分尸工具现在有线索吗？附近都找了，但是还没有任何线索。头儿放心吧，只要那个雪茄烟蒂一检测出来是严谨抽的，那他就没跑了。行。快点吃啊！吃完了再去趟检验科，催催他们。对了，头儿，怎么了？那个，刚刚在丁家的兄弟给我打电话，说纪晓欧跟严谨现在在民政局。
一个小红本就把自己交代了，真不可思议。怎么，后悔了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这话以后能不能不说了？给你开玩笑的，你也当真？我没觉得你像开玩笑。你说，早上是不是想放我鸽子来着？赵廷辉的人一直跟着我。 你不怕？怕什么呀？白的还能说成黑的不成？我还不信咱们迈不过这个坎儿。说，晚上想吃点什么庆祝一下？还有3天就婚礼了，咱们俩还是回家吃一点健康餐，红酒配牛排怎么样？再来一份鲜虾牛油果沙拉。没问题，走去超市。 老方，我还是挺喜欢你给我买这条裙子的。我想婚礼的时候穿。你不说你不能穿吧这裙子？改改不就能穿了吗？还有啊，你这衣服，咱去买两件新的吧。你在婚礼上也能穿的稍微精神点。不用不用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洗一洗烫一烫，这跟新的似的。干嘛花那钱呀？我不用买新的。 小欧这辈子就结一次婚，你身为大哥的，能不能重视一点啊？不是，反正从今天开始啊，纪晓欧就是严谨的了，谁也别想惦记，惦记也没有。不是你今晚上怎么话这么多呀你？怎么了？ 困了，睡吧，困。哎呀！我现在还真有点后悔给你领了那个证。 怎么，被赵天辉的人一跟，你就害怕了？我是严谨，我怕谁？这不是以前你最爱说的一句话吗？这个凶手早已经把整个剧本都写好了，每一处细节都是精心设计过。你要真的愿意为我负责，就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。 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。
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，或者说他很有机会接近我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，我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。我就怕咱们俩的婚礼还没有进行，我已经被赵廷辉给带走了。那我就去赵廷辉的办公室静坐，告诉他你是冤枉的，让他打开思路重新调查。我就不信他认这个思路。小欧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不要管我，躲得越远越好。你什么意思呀？领哥正哄我玩呢，我现在是你老婆，夫妻之间就应该同甘共苦，除非你到现在还不把我当自己人。哎，没有。那就行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想甩都甩不掉。赵总，在这儿杵着干嘛呢？去忙你的吧。没有打扰到你吧？啊，我记得你以前喜欢吃炸猪排，好久没做了，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个味儿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不先尝尝吗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调查结果出来了吗？这个你无权过问吧。那我和严谨领证的事你应该知道了吧？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求你。你别说了，我是不可能放了严谨的。我没指望让你放了他，只不过离我们的婚礼还有两天了，我希望即使结果出来了，你也能让我顺利的把婚给结了。这不可能。你已经24小时派人跟踪严谨了，还怕他跑了不成？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啊，你就这么信任他？这么多证据摆在你的面前，就一文不值了吗？坦白说，我之前有犹豫过，但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儿，证据可能会作假，但人心不会。严谨是好人，他在我心里一直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我才会爱上他，想要嫁给他。信任有时候就是一种心甘情愿，是一种信念，不需要什么理由。我知道你对我的提醒是为了我好，我很感激你，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严谨完成我们的婚礼。就算他这一次进去了，再也出不来，我也无怨无悔。检验科那边出结果了吗？啊，那个雪茄烟蒂掩盖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所以提取 DNA 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咱们再等等，最晚明天就出结果了。您先吃点东西。那严谨呢？他那边有什么异常吗？他们那边挺正常的。他们下午先去了趟超市，然后又去花店买了花。两人4点多回到家后就没再出来过。放心吧，头儿，咱们的人都盯着呢。头儿，您之前不是都暗示过纪晓欧了吗？他是不是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么倔啊？不过没关系，头儿。没等严谨跟纪晓欧举办婚礼，
他就会变成阶下囚，你一样还有机会。这说什么呢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俩还是挺有缘分的。纪晓鸥的感情确实坎坷了点儿，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你俩在一起才能幸福。你呀，以后把心思多花在办案子上，别耽误听你聊八卦了啊。去吧。那我走了，头儿，你慢慢吃。真希望以后每一天都能跟你在一起。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，让你可以安心的待在我身边。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今晚更要珍惜。
谢谢。哦，准备来了啊！谢谢谢谢。是吧？确实漂亮。谢谢谢谢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可惜我们严生不在。孙家母啊，一切会好的。今天啊，是你儿子的大喜的日子，谢谢你，你应该开心才对啊。是啊，谢谢。你拿着，太冷快了。哎，好久不见，今天辛苦了啊。需要做什么你说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我们先聊。哎，爸！哎，叔叔！哎呀，好！漂亮的嘛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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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哎，妈！哎，妈！哎，爸！哎，那我先过去忙啊！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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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啊，新郎官！恭喜干爹，我终于有干妈了！谢谢浩浩，恭喜啊！我还怕你来不了，你弟弟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。刚才看见赵天辉的人了，你请他们了？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嘛。于经理，这喜糖里面有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，记得要吃。谢谢啊。我来吧。行了，你先进去吧，我招呼一下。好，走，走啦。乐乐乐乐，转过来转过来看爸爸，来看镜头，哎，笑一下笑一下。爸爸，我想这哥哥了。乐乐，爸爸带你去逛一逛啊。我不要，我就在这里听音乐。那个，哦，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多好吃的，都是你爱吃的，爸爸带你去看看。好不好？走，走吧。那今天挺麻烦了啊，里边请。赵兄，没想到今儿能过来，恭喜啊！一人一份儿，来，不必。专案组其他同仁呢？大家都挺忙的，我们俩全权代表了。工作再忙也得注意休息，那边位子全都留好了。今天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一定要开心。谢谢，请吧。好久不见，阿姨。叔叔，挺好的吧？啊，挺好的。最近忙什么呢？来就喝杯酒。啊，对。来。
老冯发信息说，赵廷慧也来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感谢大家光临两位新人的婚礼，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入座，有请。来，来来来来来你说这地儿可真够奢侈的，这严谨也太会装修，难怪纪晓鸥对他死心塌地的。你真当自己来参加婚礼来了是吗？准备吧。新郎严谨，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的新娘纪晓鸥？无论未来疾病、健康，还是贫穷富贵，都会用爱守护她一生。我愿意。新娘纪晓鸥，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？我愿意。好的，现在请两位新人交换戒指。新郎，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
我们都说好的爱情经得起风雨，守得住平凡。我们都知道新郎和新娘的爱情故事堪称传奇，从他们最初的相遇到今天的永结同心，是爱让他们克服了重重磨难，也是爱让他们更加了解彼此。人们常说，相爱的人无需多说，只需要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对新人有多了解对方。什么什么意思？让你猜呢。什么情况？好，现在新娘就在这四位当中，接下来我们给新郎一首歌的时间，看看他能不能准确地找到新娘。婚礼整这些干嘛？幼稚不幼稚？是不是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新娘是否也能快速地找到新郎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先生，没事没事，没撞到你吧？没有没有，我给你擦擦吧。哦，谢谢，我给你擦擦。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。谢谢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一切正常，严谨就在最后一个。裤子怎么了？不小心碰到了送酒水的姑娘。
得先跑了，赶紧给我找，快点，快去！纪晓和相关人员都给我带回去。什么都愿意，我什么